那聊天室是不是有点诡异？好啦，随便。酷。Hello， 今天玩这个光明之子哦。聊天室好炫，一人吃两人补。Child, tuck yourself in bed and let me tell a story of Lemuria, a long-lost kingdom, and a girl born for glory. In Austria was a crown land ruled by a duke. Aurora was his daughter, child of a duchess mysterious, beloved by her father. He raised the girl alone.They were rarely apart, till the Duke felt lonely and misplaced his heart. It was the Great Friday before Easter 1895. Players performed for the Duke, his new bride at his side. That night, Aurora went to sleep. The fire burned down low. She caught a chill that spread. Her skin was cold as snow. At dawn, they found her, vacant.Aurora's light gone out. Her father wept and pleaded, but there could be no doubt.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Aurora was dead. And yet, once upon a time, she awoke in a strange land instead.还和萤火虫解亮的事啊！吓死我！啊嗨 ，Hello， 干你娘！荆棘之树 ，Hello， 今天我欧诺拉哦，我妈也支持我，耶哦耶！看要进不去。干你娘！卡住！OK， 还是不知道，我目前是不知道这游戏是在玩什么，据说是回合制游戏，就修道院。迷失在黑暗之中。哇，超会跳的！大力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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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打！冷静，只有小孩才容易害怕。哇，我超害怕！我反正我也上不去。我觉得这游戏的跑步还蛮慢的呢。如果它跳跃是无限的，我应该会从头跳到尾吧。它跳跃移动速度快很多。
凄凉，空气好寒冷，而且没有配音呢。然后他的头好像那个章鱼哦、喔，超级章鱼头，吓死人了。Taco hair, taco hair， 还有吱吱。我的心好难过哦，政绩真录完，谁在说话？是我啊，政绩真录完啊。要对话吗？要不然就要发霉了，这是常事。萤火虫竟然在说话，我一定是晚餐吃坏肚子了。你的肚子好得很，我现在我很烦恼。听过欧若拉吗？没错，就是这样唱。怎么了，先生？他就是我啊。先生，他会分身的欧若。所以你是弗罗拉之类的。干你娘！拜托别说蠢话了，我就是欧罗拉，我就是他。哦，那你为什么刚刚不这么说？跟我来，有位女士正在等你，她的头发就像森林的溪流一般又细又长，皮肤像鹅一般滑顺，且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燕子吗？他知道怎么离开这个猛禽。哦，滑鼠哎，用滑鼠来移动政绩真录文。哇，闪光灯。哦，小姐，请问你对于这一次的学运有什么看法？听说是政党恶斗，你怎么想呢？阿罗，你对于人家开车撞爆米有什么看法了吗？你认为撞得好吗？小姐，发表一下看法。干没力了。这是真录完的心声，大琳娜，知道吗？这些都是愿望，愿望之光就留在最黑暗的夜晚里，跟着橘色的光，你会找到更多愿望。呼噜噜噜噜，哦，那尝起来很美味，吃吃看吧，吃吃看，耶！我要吃愿望。好吃。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风道就在这棵树上，但我不能飞到那棵树上。How can I fly？ 困住了，门锁住了。权杖之环，半透明球体，皎洁如镜，就是这个。萤火虫先生，请照亮你的后方。哇哦，我明明就跟你不熟。照我的画作就是了。照出那三颗球体的影子。哦，我们必须将影子跟符号对在一起。按住左键可让发光。灯。灯。灯，萤火虫先生，我们可以前进了。但是谁摆了一道门在这儿？这是你老母。这边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啊？哇，这边好多，吃吃吃，吃吃吃，东西可以拿，看来是没有。前进。
右键目前没有效果。他是谁？将剑拔出。谁在说话？是鬼之类的吗？是廖哥。是森林女士。我很确定。我要充一下我手机的电。将剑拔出。哇，我是亚瑟王。出现了，回头，这些家伙是来真的。幸好我做梦时还有这把剑。Battle One Start。动作，我要怎么动作？劈砍。卡里纳。他怎么都不攻击啊？三滴血，哒哒哒哒！为什么这玩起来这么塞尔达传说？愈合镜，哒哒哒哒！我父亲还要多久才能见面？等到放晴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三小，三小，三小，怎样了？啊，斜靠背啊！来打！施法被打断，啊！施法被打断，哒哒哒哒！哇，又升级了，耶！帮欧若拉挑选技能，劈砍。光哦，劈砍在这边，初级技能，魔力升级，光线有 10% 几率秒杀目标黑暗魔物的强力光系攻击，光明永远是黑暗的克星，施法时间很久，很久 ，Nope， 还 don't like 很久，我要被动技，哦，还有这个，哦，好多技能哦。稍久，中等，立刻，魔力升级，力量升级，防御，立刻，劈砍，嗯，差不多，这边应该是物理系攻击。很久，嗯，就先学个这个。啊，有功夫无懦夫，人人有功练。我想先学个，学这里好了。没点，哎，还不能换人呢，所以我会遇到其他同伴嘛。哇，你看我有20滴血，要帮啊！嘟嘟嘟嘟嘟嘟。突袭，从后方攻击。哦，后面刚刚有一个奇怪的脸，这是谁啊？好丑！从后方攻击可以造成突袭效果，好像有点道理。我还会怕光欸。
光明永远是黑暗的特性。下来啊！妈逼！下来啊！哎，他失去那个嘞，攻击态势，从后方攻击，突袭。哇！一刀劈死哎、欸！啦啦啦啦！是不是？妈的，超无敌！愈合镜，我拿到一个新的愈合镜，就学成这样。大力量！哒哒哒！哦，我抱歉，唱得太爽。哇，两只哎！一刀劈死！哇，两刀劈死！哒啦啦啦！哇，等级三，超会升级的，是不是？是不是？哇，又升了一只。这是不是就是我在战斗中，然后碰到这个可以回复啊？哦，可惜了。来啊，来啊！好的啦，超会劈！哇，我劈一刀12滴嘞，好爽啊！嫩魔法药水，有什么东西可以发光哦？萤火虫药剂，我是干嘛？OK， 咖喱鸟。哇，怎样？干嘛？哇，又是一次突袭！哇，三只哦，这么屌！打下面那一滴，获得成就，等级4，哇，超会升级，轻枪松松。是，你看我这样就多了一个防御技能，这个是干嘛？奥库利装备起来就可以增加角色属性，这个是什么？在近战攻击中增加火系伤害，火系能克制土系，但对水系的攻击力较弱。哦，装在身上嘞，哦，增加抗性，增加血量最大值。好了，装一下好了。我两颗哦。啊，在。哦，这游戏跳下来不会死哎、欸。奥库利。二光之女王第一章就这样结束了，好快。OK， 光之女王还我，救我，海德格。叮叮叮，
旧修道院，跟一开始一样。那这个是什么？姑姑先生，卡卡，卡卡，卡卡，这样可以干嘛？卡卡。卡里卡！打打打！哇，这么多干里鸟，真是让我受宠若干里鸟。这个是什么？白白鬼敌人。那是敌人吗？红宝石原石，一堆红宝石原石，好像三个红宝石原石。突袭。啊，六滴，看来这只是水属性的。施法被打断。阴郁之风，防御大成功。啊！大力量！打打打！遭到护挡。啊！所以把他劈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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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的奥利库拿下来。拿下来，哦 ，OK。没其他办法了，没其他办法。这很蹦跳，看起来像背景，你知道怎样？哦，居然这是敌人哦，吓我一跳！突袭！干，来不及，消极啊！四滴，呱，呱啊呱啊呱！哈哈哈，嫩！哒啦啦啦！轻枪松松，又 carry 了一场。到了萤火虫药剂，呵，呵，操，呵，有了。啊！卡利鸟！
欸，没差欸，我的那个伤害跟他是一样。啊，啊，啊，遭到互打。啊，快来不及了！哇，运气真好。哒哒哒哒哒哒哒，大成功，轻枪松松。干，上不去。这里要怎么下去啊？下不去嘞。哦，按空白键就下来。上面那边要怎么去？看来不是我现在去得了的地方。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欧诺拉。这道门被封住了，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打开呢？嗯，上面有个开关，我知道要从下面挖地道过去。叮咚咚叮叮咚咚。